但是有一个小小的考题要考一下大侠，请问莫听穿林下一句是？哇，你们好棒啊！没错，下一句就是何妨吟啸且徐行。希望大家不要就是考试的时候或者是对诗的时候记错这一句，如果真的记错了，因为听这首歌听太多，那就请去找制作人钱磊老师，也是作曲的钱磊老师和作词老师狗林，以及加上苏轼。南京的潘西杆子们，你们啊吃了吗？南京的潘西和杆子们在哪里？我说的很不标准是吗？意思是南京的美女们、帅哥们，你们好吗？包你个头！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在舞台上唱多少年，但是谢谢你们。好，这边有其他人说我的欢迎吗？有。那我们来欢迎吗？体育老师，这里一二三，走。小小的吃了一下醋，谢谢周深，谢谢你，我爱你们。我找遍了世间所有最甜的糖，我都发现没有你们甜的。尝试，我们继续向前，我们继续找寻自己，您就会为自己创造那一个奇迹时刻。结果切的完全不是这一机会。不要每次我在通关的时候尖叫声那么大，我觉得我不用唱歌。南京演唱会首场在8月10日举行，本场演唱会上他演唱了哇啦哩啦隆、借过一下、嗨、海葬、天堂岛之歌、花开忘忧、我已渺小爱你、甜蜜蜜等歌曲。演唱会现场周深说，希望我们的相遇不只是七夕，而是每个朝夕，这真是最浪漫的七夕节告白。在周深的演唱会上，他总是能够给观众带来震撼的视听盛宴。他的舞台表现力极强，无论是灯光、音响还是舞美设计都堪称一流。他不仅能够用歌声打动人心，还能通过舞蹈和表演将歌曲的情感和意境传递给观众。在演唱会上，他常常与观众互动，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感染着每一个人。这样的演唱会不仅是一场音乐的盛宴，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。旁边的是他的朋友吗？是朋友。那他为什么一副我根本他不认识？你们俩一起来的？哦，好的，来吧。你为什么喊这句话之前看向的是旁边的他？方便说一下你啊，你俩二位是？甜蜜蜜，你笑。平时在家里都听谁的呀？开玩笑。那这位女士怎么称呼？那我希望您可以转向您的右边，然后看我们李先生大声喊出这句：嘿，少管我。灯光老师，给他光，给他照到最亮。这个来配合我们进来。李先生再说，怎么办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没让您冲着他喊。您冲着我喊，他看着您啊！再来，3、2、1，走。好，很棒，掌声给李先生。我们也要保护我们的年龄，所以以后不要到处在外面说我已经31岁了。您这么腼腆的姿势，我怕是找不到你。哎，在叫什么？Hello， 你好。那您听我的歌多少年了？4年。哦，你是那算那也挺久的。你们能够一直听别人的歌听4年，而且愿意来听演唱会。接下来我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束花。只要你们让我感受。
写了几封信。信上面写的是什么呢？七夕快乐，星期六也快乐哦。现在呢，我要把这个信放在这个信封当中。我需要全场跟我喊三二一哦，来。周深首场南京演唱会圆满举行，今晚又是双出狂喜。今晚周深南京演唱会第二场继续开场，江苏卫视新音综音乐原计划开播，大家都会看到周深的身影，真是太幸福了。期待今晚第二场演出，周深的演唱会 live 舞台真的让人欲罢不能。八月十日七夕节，周深在央视七夕晚会上演《红星闪闪亮》，歌声悠扬，情深意长，激昂旋律中革命精神与爱情忠贞交织，照亮新人们的幸福之路。周深不愧是央视的宠儿，每一次大型的晚会节目都能够看到他的身影，央视对他的看重可见一斑。不过周深的实力也确实对得起央妈的信任，在这一次晚会上，周深就很有排面，他穿着一件喜庆的红色西服登上了船，演唱《红星闪闪亮》，见证了75对海军伴侣举行集体婚礼仪式，唱响爱的旋律，很正能量满满的一首歌。红星闪闪亮，照过全城楼，条视频还是央视文艺、中国军号、海北舰队共创的，太正能量了。如今的周深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，他独特的嗓音、精湛的唱功以及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，都让他在音乐道路上越走越远。期待他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音乐和舞台吧。保你个头啊！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够在舞台上唱多少年，但是谢谢你们。一直唱。我以短暂爱你不朽的旅程。谢谢。离开的人一定会听见的，对吗？同行的旅程。不哭，宝贝，不哭，宝贝，不要哭。谢谢你。不要哭，宝贝。宝贝，辛苦了。宝贝，别哭。你在月光下不说话，一件遗憾的事，就喝一杯茶。天根深深，秋叶飘落。